Thank you.
各位观众大家好，这里是2015地方杯英雄和世界国际争霸赛比赛现场，现在场上进行的是今天晚上的第七场比赛，国风选手是代表中国出战的方便，欧美的法国。 下飞腿，我们看到是后方选手呢，依据还是自己的这种技术特征比较有效的进行发挥。我看到后方选手呢，因为他距离掌控的比较好，所以使得蓝方选手呢，在这个动作的时候做的相对来说比较迟疑。比赛中呢，除了自己的技术战术积累之外，那么说更好的呢，还是要。 用场上的这种感觉控制，能够呢在场上占据主动。现在呢，投手选手是连续的发起了猛攻，把对手呢压到了这个球身的边角的地方。全场呢打的是有一些陷入上的变化。 这个接着楼梯，我们看到这个距离掌控呢不是非常的理想。这个下手的长距离的直拳，但是打得有点勉强。蓝方选手现在比较被动，但是他的头部的保护应该说还是不太到位。 在比赛中啊，手术两扇门，那么注意自己的这个肩胛力保不失，这样才是比赛的一个良好的基础。转身边腿，我们看到这个步法并没有高度跟进，从距离上呢还是有点欠缺。所以红方选手呢，现在还是。 打出直线拳法，连接两点，直线对短，这样的效果更加直接。红方选手又是把对手呢压到了围城的边角，但对手呢对头部的保护，而且他能及时的进行反击，这一点呢对于。 我们中国选手来讲呢，不能够丝毫的掉以轻心。使用腿法，注意呢，真假虚实的一些调整变化。这第一回合时间不多，这回合比赛时间到。